伊戈达拉确定缺席总决赛，首战勇士队今天宣布，安德烈·伊戈达拉因为腿伤未愈，将缺席总决赛第一场比赛。伊戈达拉在与火箭的西部决赛第三场受伤，缺席了系列赛最后四战。根据勇士医务组的诊断，尽管伊戈达拉的伤情有所好转，但膝盖周围的神经炎症仍然存在，他将在总决赛第二场赛前接受重新评估。